上期呢，我们已经看过28坪小户型，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曼谷 CBD 拉玛九的学区房的2房55坪，非常适合陪读家庭的一个户型，距离丽晶国际学校900米，然后到新加坡国际学校还有 KIS 国际学校不到6分钟就可以到达。这个户型呢是55平方米，2房2卫的。一进到底，咱们看一下吧。全新的一个现房公寓，刚刚交楼，也已经有业主入住了。